到麻辣下午茶的全方位教育讲座，我们今天再次请到哈佛全方位教育机构的负责人江主任来到现场。江主任您好。你好，各位家长你们好。我们刚刚谈到了关于这个大学审核方面的一些新的趋势啊，那您刚刚也跟我们讲解，现在呢这个申请的学生数字越来越多，但是呢这个审核的人员呢并没有增加，所以呢相对来说这个你的这个审核的过程呢变得更紧凑，所以要怎么样去这个制定你的申请书，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对啊对啊，就是你唯一的机会，在那短短的几分钟之内让他看到你。对，那真的就好像这个有时候真的就是像面试一样，有时候你要再怎么样去抓住人的眼光，这是有技巧的哦。对，那么另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审核方面的新趋势呢？对，像以现在来讲的话，就是我们都知道就是私立大学申请是需要老师的推荐信嘛。嗯。但他们过去的几年发现说，老师的推荐信呢，有的时候就是比较 general 的一个信，就是套用在很多学生身上。哦、老师也有公式就对了。对啊，因为他有这么多学生，他要写那么多，对，有的要写到几百分，所以呢，其实现在来讲啊，老师的推荐信，只要他没有就是说你很不好的地方，其实加分的作用并没有那么的大哦。除非他写的是非常非常strong 的句子，比如说我曾经看过一个推荐信，就是说这个学生是我这一辈子教过最优秀的学生。哇，这个是很强烈的这个推荐字语哦。对啊对啊，所以像这种才有加分。一般来说其他的推荐信的这个重量就没有那么大的这个用处了。那再来呢，就是说呢以前来讲他们蛮重视所谓的这个学校排名，就是说你是这个某某高中的第一名还是我是第二名。那现在因为就是说第一，很多的学校已经开始不排名了。第二就是说因为很多的学校它排名，但它排名的时候它没有考虑到课程的难度。也就是说你拿全部普通的课，你全部拿到 A， 你也是 4.0 啊。那我拿了一堆 AP 课，可是我没有 4.0， 那你是第一名，我不是第一名，那这样子说实在有一点不公平。不公平，对。对，那一方面学校有些不排名，二方面有些排名是没有含课程重量，所以他们现在也比较不重视这个学校的排名，就是所谓的 ranking。OK， 因为比较没有办法参考这个数字。对，因为不公平嘛，这样子你好像橘子跟苹果你没有办法相比。对，然后再来呢还有一个趋势呢，就是个人的自传的这个重量呢加重了。加重了。对，因为呢他们发现呢很多的这个申请书大家看起来都大同小异。你也是 GPA 4.0 SAT 2200，我也是 GPA 4.0 SAT 2200，那如果我们两个都是高中第一就是最好的学生，我们两个拿的课可能都差不多啊。那课外活动大家也就是这个样子，那你跟我的不同在哪里呢？我怎么样知道你最适合我们学校呢？所以就是要从个人自传去看你这个人是有什么样的个人特色，还有就是说我怎么样能够记住你。对，所以呢这几个新的趋势，就像你说的自传方面你加重了，但是呢这个排名呢已经比较没有被看重，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老师的推荐信没有这么强。但是如果说老师推荐信感觉上比较没有这么受到重视的话，有没有其他人的推荐信是一个新的选择呢？对，其实一般的大学都是要求三封推荐信，从文科老师、理科老师跟学校的 counselor 哈，那但是呢有一些学校会允许其他人的推荐，譬如说你在外面打工你的老板，或者是你在外面实习你的老板，这些呢其实都还是会有帮助，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蛮好的这个加分作用哦。对，那所以这样整体讲起来的话，这个申请的过程其实有一点复杂也有一点变化，那学生们要怎么样才能够脱颖而出呢，受到青睐？对，其实我觉得你真的要重视这个申请资料的这个重要性哈，把握住这个真的能够让你让他看到你的这个短短的几分钟申请的资料，我觉得如果说你能够找专家帮你处理，因为毕竟我们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们知道他们喜欢什么，而且有任何的变动你马上能够知道，对不对？对对，我然后呢还有就是我要提醒学生的一点，就是说现在在审核上呢，实际上他们会去查你在网络上的一些活动，比如说你在 Facebook 上面讲一些不该讲的话，照片或者是有一些inappropriate 的一些 activity， 他们其实都会就是注意，而且他们现在还蛮，因为像 Google 说实在的，随便一 Google 就知道你是谁了。对啊，所以其实我真的孩子们真的要注意，他们非常喜欢在社群网站上的一些活动，不管是 Twitter 也好啦， Facebook 或者 Instagram， 但他们常常不晓得留在这个上面网络上面的是一辈子的事情。对，不管你将来申请大学找工作，
你的这个上司都是可以看到的，对啊，所以要特别的注意，要特别注意。像有些小孩可能会讲说，哦，那个人好讨厌，我好想杀死他。哦，哎呀，完蛋了！这样子的话，怎么可以在这个网络上面讲？对，你的这个大学的审核官可能就会上去瞧瞧，这个学生是不是跟他自己在自传上面讲的一样，会稍微 比较参考一下，对不对？啊，这是非常好的提点，非常谢谢江主任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告诉我们这是重要的讯息。那么在这个大学审核上面，确实每年都有一些变动，但是呢，感觉上听起来呢是竞争力越来越激烈了。所以这个家长们以及学生们都要特别的注意。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广告过后马上回来。